修了这一个砖头，下过去，只听见“啪”，哎，不好，声音不对头，把那个什么东西打了坏掉了。蒋介石一号中，只听见喊在里头骂起来了：“来哥啊，曹官老啊，跟我小老不得过啊，撂着呢，把我的汤圆锅再来烫他了，一不等，把那个汤圆的锅再来烫他了，还劈那个汤圆锅呢。”来一个草官老啊，小啊老啊，掉下湖有人王八人老啊，欧的，来啊，小老干你可有仇不得仇？说起来呢，你搞嘛这是穷人不如说，了我就个拉过依你的，你凭空包个汤圆锅再来烫他。老人呀，所以说这个世界上冤枉事情多的呢，就这话，你冤枉我了，不是我，不是你是哪个，我也不出现，刚要看这个笑，鬼头鬼脑的，走那个门口张张望望的，我就不出去，我以为是小偷，我往那手抬，我听见啪一声，哦。把你汤圆锅摘了偷的了，这个时候我把你给留仇，他没跑路位呢。哦，摘了过来，老弟呀，你别玩，我把他抓回头，赔你的汤圆锅。站住，不要跑，我来了。站住，我来抓你了，你别跑。噼啦啪啦跑的，老头子往往抓，你自己抓自己。唉，老头叹了一口气，没得办法个，只好今个早市生意不做了，是不是啊？上午要到街上买汤圆锅啊，下午再做生意吧，我也就不啰嗦。脚带屁股拉子，一路狂奔，快跑！给人家这样子不得了啊！也没有追得来，跑的来干啥？屁股拉着一直跑到四岔街，人站定了，回头我老婆要问了，老婆啊，哎，江呢，湖呢，被我撂下湖了，我跟老婆她不得相信啊，这边呢，要得好啊，再可个，哎。带着东西家去，结果老婆先吃去了，我就好打工门啊，好说哎呦都养了东西，不得喝头，一股豆腥味，哈哈给乱跑，两步一跑就天冷了，他说不得了，我弄个十载壶来给他把你吃的，再看看有什么东西带家去，给我老婆吃了玩玩，不得个。差不多的，差过年了，头龙包子还没出笼，烧饼年了，怕的炉子火还没有炸，或者正着个炸不好，哎，这个家办呢？他站在这个乡里，突然就在两大街上传来了一阵爆竹之声，只听见咚。噼里啪啪啪，噼里啪，咚哒，咚哒，一位，哪一家包货开张啊？我给我看，哪一家包货开张？我跑了给你们多少弄个阿伯文？假如是个饮食店卖吃惯的，卖什么东西？说明给他弄，刚给我老婆吃了碗碗。我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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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屁股来慢慢就从两大街上晃了，多了，这往爷这家门口砸了一地的爆竹花，什么钉啊？哦，
新茶店，外带南京饭团，茶过年。往往，哎，乖乖，这个门面还不小，迎面相看的，就在上头还一块大匾啊，金陵饭团，卖饭团，外带卖茶，卖早茶，呵呵，乖乖叫，乖乖叫，屁股来着。就站在门口朝你望，这家三开个门面，上手是柜台，下手是砸场，迎面是走道，中间走道，下手砸场如果一个大宴面，宴面呢旁边住了五六个师，正在那个包粉团。粉团嘛，花色点的他就不说。这个粉团啊，一边上他就蛮红一些的，它是米面做的，是这个茶泥面、黏面跟那个雪米面综合起来啊，做成的这种质地的米团，它呢软硬适中，吃起来呢比较爽口，也有这个凹角，也有这个粘性。花色点的越多，甜的、咸的皆有，各种包型、各种馅型啊，比较多，所以呢，人呢都蛮欢喜吃这样东西的。这个个几个师傅吧，正在这个宴面上包住粉团，快快快快快，头一笼上了笼了，出第二笼，跟头叫上笼人啊！手脚再快点走，几个师傅忙着做粉团，就在这个墙边上一顺边，是个七星灶，水吊着，端到灶口上，再看个水呀、有的开了，都得滚滚的翻翻的，就在口边顶头呢，这个龙骨口，这个龙呢，不是小龙，也不是圆龙，是方龙。跟真的差不多，大龙，一龙粉团下来啊，都有三四十个，等于是个方龙，真的上头盖着盖着，一起嘎嘎的，头一龙呢，基本上要好了。就在这时间，屁股呢就到了。这家粉团店是哪个开的？是个南京人开的。此人姓王，叫王有才，在南京呢，大概发了一笔财，有了年文，好说不会在南京开店嘛，也有人是安徽定远是本店，也有可能呢，南京呢有些仇家不大好混，迁到安徽定远来开的这个金陵粉团店，王老板，这个人呢。比较会做生意，是个生意精，生意从的，做生意的猛儿，可谓是一绝。就像他们做这个粉团店啊，也不容易。你想进个开门，砸点下的雪，店是定好了日期，即日即时，你还不能变。因为老百姓说的一句话呢，叫好日没好天。好天还没好了，今个还中好，咋个下的雪？这个天晴了，底下有这个积雪，但是定好了的时间，定好了计时，必须要开门，所以今个个暴躁一砸开门了。生意怎么样？你别看那门口店面三开个不够大，从我这三开个的门面啊，就是小天津。天津来说明有三十个大水港，卖清茶呢，这个水港不能少。这客个啊，就连这个水港街上都租了三五个客人。为什么是里头不得地方租了？或者里头地方不大，哪说的？地方还就大得很。从这个全门就是大厅，这个大厅。是七架两的大的，像这个白显桌子，人摆个
特色长。这个时再看个大厅里的红红众目那个家。我说这个我就不懂了。早点下的雪今啊这个天才两不得可供底下一滴的雪哪个这么好的生意这么多茶客店呢所以说你说这个开这个饮食店呢开这个江湖店呢那边做生意也蛮难的。特别是这个开门这个铁马的生意要把它弄得红起来。如果门一开没得生意上门走得兵去归人呢没得人啊特别不算去扎心啊这店啊一辈子就不得算去就做不好了。所以这个特定的生意很重要。这些开店的老板们在外头混啊他们的办法啊几天前头也就笼络地方上的一些朋友帮忙的驾驶的。这些帮忙驾驶的呢有的呢朋友还出两万人情或者嘛有的朋友让他拆开门我们吃东西要把钱。还有的呢这就是过来打巴士吃包大的特定我们在那驾驶的。你的还有一些茶客什么茶客呢就是左门吃茶的茶客罗茶客天天的都要到茶馆里面吃茶。听说这家明天开门几个人就上去了。哎我们明天到某家去吃茶他个才开门说说个新开模式还是安天祥的。新开门这个店东西肯定不得臭质量肯定呱呱叫。我们跑了去吃吃看他个茶好不好水好不好东西质量怎么样。如果吃得好的话呢我们就跟这家就告辞了呵呵就对不起他了是不是他个也完成罗皮条子了哎他个的东西也就质量下扬了我们换一个吃了碗碗你看怎么样好的好的。这个小姐放着去嘛罗茶客都晓得了又不说罗茶客啊真的是不新鲜到处过来尝试尝试。王老板这个哥正在大厅上找人中王王。心里并蛮开心是不是总算啊头天门开下来生意红红的看得蛮高兴。王老板这个人啊我都说过了生意精生意冲的。但是他人还对人不可怕。就天这个做生意东西的质量他是把管把得最紧强调东西质量要好。人要吃得满意，特别是这个茶，滴滴呱呱，龙井一只，用的这个水，走走正正，宝铁水。什么叫宝铁水？这个水条子在那个七星灶上烧，烧得嘟嘟滚滚的、翻翻的，泡着默默的，泡着路泡着，泡着爬泡着，大泡着上了加小泡着，这种水叫宝铁水。宝铁水拿拧过来先泡一杯茶一壶茶泡过来以后稍微把它张啊子茶壶拧下来倒这么小半杯自己端起来自己先品尝这茶可以卖把客家去了。为什么是王老板也是品茶的行家。他喝着茶感觉到满意了感觉到人喝了他认为就可以卖把客家喝了。客家去了以后就没得话说了。所以王老板做生意的好了。所以说这个做这个饮食店啊做这个餐饮行业啊老板首先一点要舍得把客人吃人吃了满意了回头客才得来你生意才做得好王老板就最注重这一点王老板
等的大厅堂赵云中心落个前大的伙计们忙着转起来了，就在这坎崖上屁股来到了门口了。就这么进去不着，哎，你别看屁股来着，说的就这么恩碰恩进去考察啊，这个不成，不是他的风格。他有一个方法，要想个方法，有人照顾他，有人照应了，他一话跌话，才能朝茶馆里头跑呢。这个个，他就在门口捉弄，嘴都一扬扬，还什么的呢？哎，不会，年景大坟魂。血薄的，口味不坏，透鲜的，品相的，吃得过啊！放过去了，我得人才了。再回头，又大又薄的连襟大粉团，呱呱叫，吃得过啊！甜的心甜。喊的透些呱呱叫，把你妈妈又不得人踩我了。他这个个就像有人带住话，他就入了门去，他就进去了。那个宴边上的师傅在那个桌子上一望，后想示意。抓皮生怒，下一把刀，皮乌拉子，皮乌拉家来的，他会说呢，还家，才开门就来了，嘴里说什么东西啊？粉红呱呱叫，吃得过，你那个吃过了？我腿龙粉红还在龙上整呢，还天地心田，还喊你偷闲。冷门去，不人跟他啰嗦。你要点句话，哎，是蛮甜的，蛮鲜的。跟你谈谈，我点住了阿婆，你得了。到了出了时候，你带他回笼，把笼，把笼堵上。师傅都认得他，不得那个点大的响，晓得他这就歪一头啊。屁股拉着就在门口转过来转过去。跑了有三五趟，没得人带他的枪，他心里头有个杂作。乖乖现在人坏了，都有了经验了，不敢带我的枪了。什么一带枪，带了顶下来。我若不相信，就不得人带我的枪啊！再回头，哎呦，再看看再回头啊，有人带枪了，来个老板。王老板们等了大厅堂王王心里蛮开心蛮得意，这刻个就准备到了个龙骨口王哈子看哈子头一龙粉团可真好没有好，如果好了嘛，先带了把客家平常将将走到全门这地方头一抬一望啊，看一个人在门口转来转回跑来跑去的，嘴都说住粉团呱呱叫，咋是不抽什么人啊，哈，要吃粉团吗？请进来坐，要喝茶泡茶给你吃，弄得门口转来转回的是啥？哦，晓得了晓得喽，把门口这位老兄这位朋友看看啊，衣衫不整，是个穷人。你看他是个穷人啊，他就喜欢吃个南京粉团。他说为什么是不进来呢？怕我们这些做水的不规矩，这种衣衫不重人，以貌取人啊，当的分团卖人家两个钱一个啊，卖罢他就卖三个钱一个，不作兴的
放心啊，像我们这些做贼的良心放到正当中，谁他是有钱的还是没有钱的，谁他是小孩子还是老年纪大的，到我店里都来，都是我这个衣食父母啊，应当同等的对待。哎呀，这个老兄的话，怕的以为我们会看不起他，赚他的钱，这个不作兴。让我来叫跑堂的把他招呼进来坐。瞧了，跑堂的领个水料子，将将准备到七星早上混水。老板一声喊：“打打打过来！”咦，老板，什么事啊？啊，有个事情你去做一下。哦，门口啊，那个地方一个朋友，一个老兄，钻来钻去的啊，你去把他招呼一下子。人家吃茶，泡茶给人家吃，待会粉团好了，带粉团给人家吃。哦，就是嘞。不过，路边啊。你让我忘记他了？哪晓得个？早点王老板晚上变酒，变酒干什么？就请店里的这些跑堂的，店里的这些师啊，吃完饭，共进晚餐。跟他们打招呼，请他们嘛，明儿在这个店里啊，多出出力个啊，帮忙忙啊。一装修，变得不错，很丰盛。这些伙计啊，师傅啊，看看啊，老板待人蛮憨厚，说待人好胜如待己好。这个嘛，跑堂里嘛，大师傅嘛，也就管顾老板了。说老板啊，你放心，我们这个地方呢，生意肯定做起来不得成。因为什么事呢？我们这个地方人啊，比较讲究。这个只要你个东西好好吃啊，哪怕多花两文都无所谓啊，只要你把这个质量抓好了就行了。这个呢，我们当地人色也比较好，人比较客气啊，比较谦和啊，什么什么坏人色不多。有呢，终于够把够。你比方说啊，我们当地啊有个叫屁股拉子，你说他坏呢坏不大坏，哪一家新店开门啊，他都来落下子。你如果买他的账呢，弄个阿伯文，把他，他也无所谓啊。假如说你不买他的账，你别拆他，你别搭他的墙，他就不得办法对付你。叫个屁股拉子，屁股拉子。早点晚上才跟他说的，结果这个屁股拉子来了，交给招呼他进来住，泡茶，吃粉团，吃过了，屁股拉拿过钱啊？他跑了跑得了，或者路边还坐屋呢，我还在这会动呢，不能玩。路边大概忘记得了，跟他提示啥子？路边啊，望住路边抓皮生殴，什么意思？咋完成我们的皮？皮殴，哪晓得老板啊会出来一了，往往还就不开心。拉，小伙，这个样子不是个做生意的人啊！你说什么东西啊？啊，看见人家衣衫穿的不好啊，你就以貌取人。我们家粉团卖人家两个钱一个，可是我的，你这个心黑透了。叫我卖人家五个钱啊，不能这个样子，小伙啊，去，不要啰嗦，把他找进来做。你什么东西？我那个叫你卖人家五个钱给他屁股哎！好说个，你不会搞乱吗？老板，那个是屁股烂子，破堂你也不敢说。你假如说神说大了，给屁股烂听见了。屁股烂就是不得进门啊！只要你说一句，嘿，老板，那个是屁股烂子，屁股烂听见了，他带枪了，
那可恶的，皮姆拉在皮姆拉家说个，皮姆拉吃东西把马钱还交，店主你点了碗碗，把证明了阿婆你不得了。所以呢，破账的你不敢喊，也不敢说，这个咋做？我都说过了，我们家分团两个钱一个，卖人家五个钱不做证，把他找不着做，做，我也不拆你，我水也不红了，破账的爬了跑他了，你就路边汪汪更饿，可我日你妈的好的呀，小伙啊，你弄弄清楚啊，是你是老板还是我是老板啊？我还得非得听你的，非要卖人家五个钱一个，不卖人家五个钱一个，日妈的你就不照顾人家了啊！好的，三条腿的蛤蟆找不到，两条腿的人到处有，你也不过就是个跑场的，不得了了，做过早市生意，请你赶紧的滚蛋，别以为我不会做生意，当年我也是走跑场的做起的。我招呼了吧，你看不得了了。王老板啊叫招事主，人家不招呼他亲自去招呼，笑嘻嘻盯到门口。朋友朋友我说的不得了，不掉我的墙过油了，一望好像还是老板。请问啊朋友，不要在门口装啊，想吃粉团请进来坐啊，泡茶给你喝，待会儿粉团好了带粉团给你吃，请进来坐。大哥你就是这家的老板吧？谈不到谈不到老板，帮忙家事昏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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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老板老板老板，不敢不敢吧，进来进来进来。老板，恭喜恭喜啊，恭喜包好开张之喜啊，同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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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老板，我这个破衣烂衫的就这么跑得来了。好说这个我老公不得好衣裳嘛，刚才好衣裳多吉祥的。我这人家住长高对不对啊，好衣裳穿不是好样的。金刚哥们把这三衣裳穿一下嘛，准备进城，带董家变丝巾，这个丝巾啊又脏又脏，所以就穿的这个坏衣裳，到你个来不成敬意了，不成敬意了，谈不到，放心，我们家做生意规规矩矩，催你是衣裳好衣裳老都是一个样的生意，不是的，好衣裳有呢，我呢进城有事嘛，这个肚子饿了，这我就给我看看，嘿，粉团你，我最后你吃个粉团，哥哥，你是锦宁粉团，是南京来的粉团，我想尝啊这，所以说就这么来了。放心，泡茶给你吃，不，就弄个粉团当阿伯，茶就不喝了，我们这个乡下人不欢喜喝茶，哎。不喝茶请到里头坐，不我就在这柜台边上稍微靠下子，靠到柜台旁边。哎，这个箱子什么花子，你到里边坐下来不是蛮好的吗？我们这样完了就呼你靠到柜台旁边。好的好的好的，这个样子啊，你不泡茶我也不能不给茶给你吃啊，来送杯边茶给你吃了碗碗。哎，老板蛮会做菜。你不泡茶我也不能不扒茶把你吃，送一杯便茶免费的把你吃了碗碗。老板就把自干的茶壶拿过来，倒了一小茶杯便茶，呱呱叫的龙井。那朋友吃茶，哦好的好的，多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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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不愁，乖乖变茶，不要钱的茶就如此之好啊，龙井啊，不愁啊，哈哈，你倒吃出来了，一点也不说，龙井茶怎么样？乖乖叫，乖乖叫，乖乖叫。
这个老板，这可个没得事吧？啊，这可没得事啊！啊，刚才在后边嘛转了一圈啊，照应了一下子，这可还就啊没得事，没得事，没谈了网网啊，谈了网网啊，不要紧。这个，请问老板准行啥？好说，免准。背姓王，哦，王老板，王老板，不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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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王老板啊，铁铺那两字啊，超字有才，超字有才，哦，王有才，哈哈，高雅，高雅，高雅，谈不到，谈不到，谈不到。这个，请问王老板，你个祖籍，老鬼子啊？小地方南京，小地方南京，哎呀，紧邻南京，可去了大地方，大地方，大码头过来的啊。哥，王老板啊，你个老子铁铺那两字啥啊？把王老板问了愣住了，哥，你问问我罢了。这样想起又问个老子的，这边的是我开的，也不是个老子开的。哎，晓得喽。所以做生意难要就在这个地方。你别看我开了这么一板粉团店，门面还不错，规模还可以，人家对我们这些外地人还是不放心哦。你看这位老兄，虽然是个穷人的样子，他就喜欢吃粉团，想跟我供个主顾生，供个紧接之往来，又怕我们这些外地人做贼不规矩啊，不知我们的底细，不知我们的根底，要查查清楚，问问我个老子叫什么名字，不谈了，做生意何为贵啊？客气生财啊，不跟他出气，告诉他就告诉他，不得了不得，对不对啊？哈哈，朋友，我家啊父亲啊啊叫王德福，哦，高雅高雅，你个老子叫德福，你叫有才，德福有才，高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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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请问王老板，你个父亲在不在了？哦，父亲他不在了，不在了，死了有三年了。哎呀，可惜可惜，都死了有三年了。啊，不，来，朋友啊，不，王老板，这个我这个人嘴比较啰嗦啊，啊，欢喜谈了玩玩。这个我再问你啊，啊，你问。你个老婆是的哪国的？问到个老子就过分了，又想得起来问我个老婆的，已经跟他说了，就告诉他也不得了不得啊！我老婆娶的南京的，哦，干了几年了？干了有八年了，哦。膝下有几个下山，有几个小把戏子啊，就是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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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一个哪天养的？我是你妈的，我弄个小伙啊，善于搓山，什么时辰子啊？我是你妈调个小伙算命了，还假说三月初三，五十生的哦，三月初三，五十生的。今年几岁了？五岁。哦，叫什么名字？小名字叫个哈巴狗子，小名叫个哈巴狗子。哦，哈巴狗子，哈巴鸡巴狗子。来来来，王老板，你个弟兄几个？哎呦，问到我个兄弟，好的好的好的。这个我个弟兄三个，你呢？我是老三，老大老二
都在南京发财。哦，干什么鬼事啊？一个开豆腐店，一个开泡肚店。哎，你看朋友，你啊，不不不，王老板，你个药家做行啊？我是你妈什么人啊你？问问我家就罢了，又问到我的岳父家，倒告诉他不少了。告诉他就告诉他吧，磕磕男子卖身娘一起倒给他就算了。我家家姓李啊，哦，张的张母可在不在着？都在，都在。哦，张的张母亲在。精神怎么样子啊？精神还可以，蛮好的，身体蛮好的，身体蛮好的。你个舅爷啊，我日你妈的，又问到我个舅爷了。好的，好的。来了，朋友，我们家两个舅爷啊，都在南京发财，混的还不错啊，都还可以。哈哈，来，你吃茶，我看看啊，德国分团可好了没有啊？你吃茶。哦，对，王老板，你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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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老板到龙谷口去看门罗呢，屁股拉着就趴在这柜台上，嘴头就几个。哦，他姓王，叫王有才，南京人，他个老子叫王德福，死了有三年了，娶的老婆嘛也是南京的啊，结婚有了半年了。小老弟今年5岁，小名叫哈巴狗子，三出生五十生的，他可是弟兄三个，他是老三，老大老二住在南京发财，一个开豆腐店，一个开泡肚店，他个一家兄弟长男长女都健在，精神还蛮好，身体还蛮好，他个两舅爷都在南京发财，混得还不错，混得还可以，他姓王，叫王有才，他个老子王德福，南京人，他个老子死了三年了，他个老母娶的南京的小老弟就哈巴狗的，做啥？屁股啊！这怎么左一遍右一遍，就把刚才跟王老板说的那些闲话，打的那些废话，反过来调过去，摆在嘴里当藏头巾的给我念，念的背的滚瓜烂熟，你看到这个个念。你那不等到时间他就有话说了。王老板顶到龙骨口，把大龙盖子一推，砸，一起嘎嘎的，手一起就在坟墓上稍微点了哈的，点了哈的，坟墓好了，可以带把客家去了。这个王老板就来了心思了，这个头一股份挪讲讲真好，马上就要做头一笔生意，这个头一笔生意先做哪一个？王老板想子在这先把柜台口的这位毕家的朋友生意先做他，为什么要把柜台口的这个塞住他呢？因为刚才跟他交谈的时候啊，已经对他有所了解，他进城辨识的都留了啊，来吃点粉挪还要辨识。这一笼粉挪如果再把后头挺上的客家吃不够，势必还要跟客家打走。他说诸位，地龙粉团呢就这么多啊，有的朋友呢先吃先尝了，还有的朋友呢少带一颗功啊，第二龙马上就好，你们稍微等一下子啊，打走也就可以了。为什么是你这里客人一个走不掉？因为他们来者是吃茶的，没人面前一壶好茶，茶又好，绿茶喝喝，等于等了的，来是小闲的玩的，人家卖也不得话说，啊，老板，别卖你们，反正我们这个喝茶呢，茶不走，茶不走，哈哈哈，来来，我们等下一笼，等下一笼，我们这我几个朋友这个填了碗碗啊啊，等把旁人请进，把旁人请堂。你这里客人一个走不掉，门口这个没有泡茶，
我送了一笔鞭挞把他吃了。我把愤怒一起把后头听上客人吃了，不得了，我就要跟他打招呼。他说：“朋友，对不起啊，地龙粉暖没得了啊，你呢稍微等一下子，等第二龙。”他等不及个，他竟然有事的，动柔了才来吃愤怒呢，来冲击，什么都不好冲击呢。跑到外头去，烧牛条弄一壶，干抹面弄一碗，混过去了。他肯定要跟你打招呼。我说对，别紧，我还有事情啊。你个愤怒呢，也不是开天，对不对？明阿个我再来，好不好？这样呢，我就先走了。你能跟他打招呼，他就能跟你打招呼。啊，算了，我今天就走了。明阿再来，明阿再来，他就不得了。人的心里的官吏就不暖和了，再逼谁事逼就坏掉了，就没做成。做谁的人啊，有讲究。谁进了门，谁没做成，你算不了一个谁人，你不算谁人，说明你谁没做到的。谁进了门，想尽天法，都要把这个谁租下来，才是个租谁的。所以王老板考虑的很全面，特别谁，第一份愤怒，定当先带把门口柜台口的这个乡下朋友去，随即拿了盆子，一个盆都。摆了六个，两盆，三个，花色点的齐全，有甜的，有咸的，一厚厚的，过来了。朋友，地龙粉团好了，你呢，还是我个头一笔生啊，尝尝看，味儿怎么样？鬼鬼，我老板，你个粉炉子都漂亮啊，国家这个形啊，椭圆的椭圆，官员的官员，圆圆的圆圆，带嘴的带花子的，花子的不说啊，甜的喊的什么都有，你先尝，好的好的，几位哥放心，我的东西没得两个价钱，一视同仁，两个钱一个，都说两个钱一个，二文不说二文。王老板，恭喜啊，不要钱啊，你个名个谁做的好呢？你个谁的面呢？我个城里和北街上还有一个愤怒嘛，你那个愤怒吃喝的不得你个大，不得你个好，还没三文呢，你个才没了二文，名个把那个兵了拿了管的，恭喜恭喜恭喜，王老板，不要钱。